没了，旗门没了。我想和你看最美的。比腿长，比腿长，比腿长。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。比腿长，比腿长。哎。啊哦。的是。哒哒哒哒哒。你这都忙起来，裤子都掉了。他们说你好可爱。我想和你看最美的风景。真的 sexy。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。耳朵痛，耳朵痛。我们要在这里谢谢那个小老板啊，小老板，因为我们昨天我们选那个酒店，因为有点贵，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小老板，因为他是那个给他们看粉丝福利，给他们，我给你们，你们想不想看我的 vlog？ 就是还没有，就是不是完整版，就是还没开始剪好的。升级了，恭喜维尼十一级。就是到此为止的 vlog， 我给你们看好不好？恭喜维尼十一级。啊，给不给他们看？不给他们看。你觉得要给他们看吗？给。天哪，我的音浪比点赞还高，你们怎么不点赞呀？我给大家看看吧。这个。这个你们就不要截屏，也不要录屏，不要偷偷发出去咯。好，我拿这个手这样呼来呼去，哎，我的瘦脸会这么给他们看，会把瘦脸挡住的。我还没剪完，没剪完。听动人的旋律，那个是双子塔，这个是双子塔。觉得这个搞笑吗？原来是这样。他们觉得搞笑吗？他觉得搞笑。谢谢艾斯送的，做我的猫，做我的猫，我在画里出发。我想和你看最美的风景。谢谢 JJ 送的小雪人。星星，这孩子不会，他骗人。听最美的风景。你不准看亮直播。旗妹没了，你快去，说不定旗妹在烈阳呢，快把她抓回来，你去看看。旗妹在烈阳，真的好像螳螂。旗妹不在，旗妹在不在？你去看看，旗妹在不在？去看看旗妹在不在？王涵居然是螳，算是他的榜一呀、啊！哇。我们明天去鼓浪屿，不在，被捏捏拉黑了怎么办？谁被我拉黑了？我没有拉黑你们啊，我一个人都没有拉黑，我只拉黑了我的。我头发是怎么回事啊？呀，我头发咋回事啊？我提前一批，你弄好了啊？
你弄好了吗？那挺好看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但车是挺好看的。你看我充电宝你还了吗？你看我的充电宝你还了吗？是。哦，你再帮我借借一个吧，我这块没电了。我们还要去海边看看吗？我操，这么冷，而且是黑的海边，白天再去吧。直接回家，我现在很心痛。真的好心痛啊！我自己，我操，我400多块钱，我都能买两瓶香奈儿的指甲油了。真的买两瓶指甲油了，真的好心痛，又干了吐了。我刚开始以为50多块钱的东西，然后看到很烦躁。放出来哪一个呀？走吧，回家吧。放出了哪一个？第四。你确定他不会绕路吗？你盯着导航啊。随便吧，自己坐。这好像是爸爸的啊，这好像是你的那个，不是，我想坐里面，我太冷了。你这是咋想坐里面呢？你说我好冷。哎，去哪来着？我哪知道在哪？快快去看那个小老板那个群儿。那个小老板那个群儿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快一点，走那个你开快一点就行了。水，不要总是这么拍我，好黑呀、啊！完了，好黑。他们说400块钱确实贵了，是吧？这跟我们楼下那个差不多。对，大大座椅是1000多。哇、哦，我好奢侈！400多做美甲本来就贵了呀，在我印象里面就1-2百块钱。主要是这还不是什么呢？我以为做美甲只要70-80呢。我这黑了。是，他这样算的。我贴了个甲片，他算了我150。我涂的颜色，他算了我180。他不是只要70-80？我磨砂，对，海底捞免费做，他算了我80。对呀、啊，我就很生气呀、啊。就他算了好多钱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我光一个磨砂的一个封层，我能在淘宝上去买2-3瓶。做美甲太赚钱，我以后要开个美甲店。那你去美团上面看看那个去鼓浪屿。我晚点看吧，他们好像是要提前一天订，今天看看。这提前一天，今天也是第二天了呀。坑了！大家听听我们聊天吧，我们这里没有光，所以。我现在被坑死了，我很烦躁。不好意思。早知道就去那个高级一点了。高级一点也最多400-500块钱。鼓浪屿。我跟男生都做这么贵，烦死。鼓浪屿要6块钱。你会变成大的了，好烦啊！这80多，那个是那个400多没跳，烦死了。指甲，而且然后我问他能保多久，他说7-15天。400块钱涂了个屁股，7-15这么短吗？对啊。他说胶会，就平常洗澡洗脸的话，他会就是胶会慢慢溶于水。你怎么不跟他还价呀？怎么还？他都已经弄，就涂完之后才算的价值。厦门大学，对，厦门大学，厦门大学到了，厦门大学，我的大学到了，心痛。刚才发表一下感言吧，我的感言是再也不来厦门了。厦门是我比上海还讨厌的城市，没有之一，城市攻击了。像我厦门的粉丝，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太讨厌了，太坑了。我很喜欢厦门的，毕竟我在厦门上学。
欺负我是外地人。你怎么不跟他还价呀？不是，他还提前问我，他说你是哪里人，我说我是长沙的，他说哦，长沙是个好地方。长沙人蠢，他说早知道我就说我是厦门的。他说你厦门哪的？我厦门大学的。厦门大学是哪个区的？我哪知道是哪个区啊？我才刚从长沙转学过来的。哦，我从长沙来的，刚从上海转学过来。我是集美大学。他听你从上海来，报更贵的价格。他一直在问，他可能看我们在直播，他问我们是不是网红什么的，我怀疑他绝对是报多了价格，怎么可能会这么贵呀、啊？你怎么不跟人家砍价、啊？怎么砍啊？他都已经做完了，他还把那个计算机拿出来算一步一步算给我看，他加了五个钱，最后一个是你拿20块钱，你看你还不如打二十栋，啊，打二十栋好便宜、啊，行，5块钱一个。20块，只要10块就3家。对。看我这个指甲是做了一半的，给大家欣赏一下吧。很有个性，反正拍不清楚。而且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点屏幕都不好点了，它都会硌着。对，他以后玩不了游戏了。对，是吗？玩游戏他会加屏幕。我看到那些妞指甲那么长呢，擦屁屁都难吧？对啊，那个指甲他们会留一个手不弄，然后专门用来做事情或者是干什么啊？那好丑呀！我想和你，你看做指甲干什么呢？我觉得做指甲最麻烦最费钱了。你指甲长出来，我觉得你指甲长那么个3-4天，好，你这指甲就已经废了一半了。它是因为经常啃，所以形状不好看才做的。像我们这种不啃的就不用做。我是因为啃指甲就显得手很短，像这样子显得手好看多了。它还这么高，跟我手差不多长。但我的手掌很大呀。No， 这太卡了，拜拜拜拜。我想和你看。我们去那个夜夜房看看吧。关门了，12点。看最高的电影，看动人的旋律。我要跟那些肌肉男给举重。你跟他们，你跟肌肉男比举重，就是看到底是他们举的那个铁重还是你重。你好幽默、哦，你觉得这么讽刺你对象？我没有讽刺对象啊，就是很舒服吗？没有啊，你就是在攻击我。我没有在攻击你、啊，我就是觉得你在攻击我。你就是在攻击我。我没有攻击你，你不要。你又是在攻击我。我没有攻击你。他是不是在攻击我？我现在也很烦，我的包。你的包，你说最多500块钱都不到呀？怎么可能？我感觉起码要个1000块钱。你买了才几个一千，才19个1000块钱。哇，就稍微刮那么一小点，怎么可能要花一千啊？几百块钱就能搞定？气死我了！我也气死，今天太不愉快了，厦门真是个不愉快的城市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给大招刷多少钱？哎，你越说越生气了，我哥，你两个保时捷不就是一只手的价钱了？哎呀，越说越生气。你看我都给妮妮今天刷了一个保时捷，不该做的。我只亏了60，因为妮妮可以赚60，而你。给大全了，亏完了，我亏了7000块了。你亏了钱，亏了，亏了勤奋，亏了时间，亏了你的人生。对，你都不需要这么，你还亏了以后打游戏的时光，愉快时光。你想想，还要注意你的手指，你亏的是你的小心翼翼，亏的是你的 everything。你想想你做两个手指，你能美，你能拍照，你能好看，你就少给大招上两把 PK 而已。
仅此而已。做的这个东西我还可以买，你看吧，由此得出，给大招刷礼物还不如给捏捏刷。你看他有那么多女孩子给他刷赞，你刷你拼得过他们？我跟拼不过你直播间的人。那没有啊，那没有啊，你看我直播间的人，我一一感谢他们，每个人都是我的。他也感谢我，他感谢你，他就我也是他的命。笑死了！小老板说的，凯凯恨不得当场卸掉，那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卸了呀，我都花了钱了，我要去把它卸掉。啊，卸掉他是真的脑子有毛病。卸掉我就更生气了。凯凯这样把我明天买，凯凯这样把这个头给卸掉。卸掉我明天就要买机票回去，买机票回去，然后再去楼下去补一个更贵的。我想恨你。你确定他弄了这个之后不会啃吗？会啊，啃的肯定有毒啊，毒到死，肯定会啃的，就是那种玩电脑无聊啃着啃着，就有时候啃的时候就会突然情不自禁的发现他就会啃了呀，都不知道谁在说话。然后我们现在说话就是浩说话了，啦啦啦啦，然后你说话了，啦啦啦啦，要说话要前面带一个谁谁谁说，好不好？浩说话了，你是个狗。妮妮他骂你，凯凯说话了，凯凯说话了，我才是狗。凯凯每天跟大招聊天跟个舔狗一样，发十多条信息，大招爱回不回，回个么么哒他开心一整天。我大招给我发么么哒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可能大招给每个人都发个么么哒群发。笑死我了，基本上掐死你，无语，你掐你应该掐大招，掐我跟你。我把你的粉这样子划掉。无语，你掐的。这样骚你，就用指甲指着你。别，我对唐凯过敏。这个山庄好高级啊，好想睡在这个山庄里。我们就是在这里面睡啊。你这个山庄一二三四五楼全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跟唐凯今天下楼的时候差点迷了路。对。我们下了一楼。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有这么相像的建筑过。发现哎。然后我真的感觉我自己陷入了这种那种梦境，我还是鬼打墙，我还是问了那个问他服务员保洁，他说啊、哦，你要上楼去，你要下楼去，上楼去，怎么这么远呀？那个，我们要走出去送。哇，谢谢上瘾送的亲吻，谢谢上瘾送两个亲吻。我们到了，哎，停，没有，他要从那里转进去，好厉害呀！谢谢上瘾送的两个。希望那个人又来给我们开门，他会吗？他都不在。他不在。好吧。啊哦，我们只能自己开门了。哦。他来付一下吧。没钱了。我手机在直播。怎么要28呀？谢谢上瘾送的小星星。我们去的时候才18。我们去机场都只要30多。你算是多打了五个星期，28.5。好贵呀！厦门坐的士，厦门好吗？厦门的的士都好贵。厦门不是厦门，厦门。不喜欢，后悔了。我的28块钱就这么没了。我、哦、你知道我在上海坐那个好贵，你知道吗？28.5，摁键盘都不能这么。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建筑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好，你们记一下这个，你看，深渊巨狼，好吓人，好恐怖。对，给大家看你的手吧。再看这一只，大家看看我的耳朵，20块，450。好吓人啊！酒店就跟索命的一样，但这么看挺好看的，还是不是很亏？算了吧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刚刚亏了，亏死了！感觉我自己，我感觉你自己都能刷出来，我也感觉我刷的好像比这个还好看。也没有，它能增长，你之前刷的很短，很丑那种。你再弄一下，我把你这个掰一下。掰了，赔我400块钱。给大家看一下五楼，人家这一模一样，吓死我了。
我冲过去。帅的美的那个小女孩，哟，好吓人！引路人。门到了，天啊！小女孩，小女孩。他想买一个奋五十四的叫小女孩，那个帅哥引着一个小女孩，真醉了。我来给今天做个总结吧。荒唐又有趣。大酒店，我们酒店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好乱啊！天哪，我们是破坏王。真的不开心，不然我要洗脸都不能洗了。哎，我们不要把东西全堆在我箱子上面。我们叫点外卖去客去这里玩一玩吧。你不怕冷就去。他们俩，我们一起去下面玩吧。哇哦！我们一起去下面玩吧。哇，这个湖好美啊。我们穿上衣服去下面玩吧。去玩水、啊、冷死了。看看白天在居然出太阳的时候再去、啊、走走啊，我们可以去海边啊。怎么这么黑啊。恭喜大耳朵图图圣诞奇迹。圆圆的牛的。嗨嗨，你们好吗？我是猪。你好吗？哎呦。哇。嗯，听啥啥？我要泡澡了。那、啊、我们来直播堂给泡澡吧。我操！哇！我也想泡澡了。哇！谢谢莉亚送的丘比特之箭。哎呀，你穿着鞋踩着干啥了？哎呀，真是醉了。像你逼！哎呀，别抠我耳朵了。你留一包这个东西给我们。痒痒痒吗？不痒，烦死了。它就是只有一包，这是什么？预言是网上说的吗？预言。预言。The night。我是刘雨欣。我是孔雪儿。你孔巨超。我是 Angelababa。你真的要泡啊？对呀、啊。好吧，我也行。你帮我脱一下我的鞋呢，脱一下这个百千亏金的鞋呢，帮我脱一下。我找不到鞋子。下面都是臭味，那是香味。腋臭。Gucci brother brother Gucci Gucci brother brother Gucci Gucci， 我脸上好油啊！我去补补。不行，不好意思，我脸上好油。我要把穿款穿小子。好好陪我下去玩了。走吧。青春是愉快一直。哼，你在骗自己，你在骗自己，你浪费了钱又浪费了自己。天哪，我是 rap。我在抠鼻屎，我在抠鼻屎。大可不必。对，白天的景色好看些。现在我刚刚唱的歌好。我拿着，拿着，我抠鼻屎。我唱的好不好？我唱太好了。直播洗澡吧。补妆一，对，补妆一。嗯。我抠鼻屎，我拿补妆。鼻屎一。我跟你们说，哈哈，就是那个 Zero。我没有抠鼻屎。Zero 卸妆膏真的很好。我之前抠。啊！怎么办？我做了美甲，我都不能抠的。我操啊！你看。我之前都是把它抠出来的，怎么办？我新打了一个耳朵，怎么办？我抠的美甲里面全都是的。那个小坨坨就是我的耳朵，怎么办？他敢跟我们一起睡？怎么办？但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但是我又不想睡中间，大家出个主意吧。大家集资吧，集资让唐凯出个，唐
你知道吗？那个加床，那个加床要加400块。我撒个尿。但那种小床要400块，这酒店还不给我们吃早餐，这早餐160一个人，还不给我们吃，我们明天早餐还吃不了，无语。你帮我脱一下。有你。他还睡中间，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！我都好痛。张开睡地下。谢谢上瘾的王冠，谢谢上瘾的王冠。听进。他爸不出门了，他没电了，让我充会电好不好？你可以接充电宝，我帮你接充电宝好不好？然后再打一把 PK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呵呵，那我自己下去逛逛吧。那我待会 PK 5分钟，就不愿意等我吗？对。我就打了2把，我再打一把好不好？我充电了。我现在是福建第19。哎呀，这个光这么好看，哎，这个怎么呢？你怎么呢？哇，怎么了？我是 V 银行力榜美女帅哥第5。我是第几啊？你帮我看看。啊。妈耶！Hello，Hello。Hello，Hello。Hello，Hello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晚安，我好帅啊！你上哪儿去？你站住，弟弟，弟弟，你站住！你是缅甸的朋友哇？我们怎么玩啊？你是缅甸的吗？你确定？没有，我说我的粉丝。有啊、哦。你是要传这个东西吗？你没有吗？我有，那我们，那我输了带这个，你输了你就再披一件白色的衣服吧。可以，你是缅甸的朋友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粉丝，我是缅甸的，我是缅甸的，我是缅甸的 ，Hello， 我是缅甸的。我也想缅甸，但是问题是缅了电之后，他们说害怕呀。我把灯关了，他们说害怕。那我们过程怎么玩？过程，哇，天哪，小哥哥你不要再晃了，我今天喝了点酒，有点晕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支架。那我们过程怎么玩啊？过程这样吧，我们你说你血条多。过程我们就你说就蹲下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先闭麦吧。可以。行，可以。呀，最后一把 PK 了，大家冲冲！最后一把 PK， 我要跟捏捏一起带你们下去玩。谢谢段贤，哇，谢谢 Libra 送的打 call。捏，你是不是要充钱给我送礼物啊？没有。我知道你肯定会充钱。谢谢 Libra， 谢谢摸摸的树送的鲜花。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酒店吧，这个是，当，那边是海哦，这边是游泳池。大家冲一冲啊，冲一冲。
冲一冲啊，最后一把 PK 了。我喜欢这样看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哇，谢谢 AS5 送的，为你打 call， 谢谢 AS5。你的心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贴近。我喜欢，如果你们早点就早餐了啊哦。我们没有早餐吃，我们早餐被撤掉。谢 SOG， 我们没有订早餐的，我早餐可贵了，200块钱一个人。啊哦，谢谢段贤，谢 SOG， 谢谢明明。哇，谢谢捏捏送的粉酸灯牌。盲盒这么贵。这个盲盒花了我好多钱，一块钱一个。怎么拆盲盒啊？你送出去。你送了多少个？好多个。谢谢。还有一分钟，大家守一守。哇！哇，你抽什么了？今天也慢慢贴近，我喜欢你爱我的心。谢上瘾 ，Thank you 上瘾送的加冕皇冠。明天也慢慢清醒，你也快过来，你也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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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谢谢捏捏送的10个棒棒糖，谢谢捏捏送的2个撩一下。谢谢妮妮送的绿，哎呦，那杯子好丑。谢谢随心就好送的加冕皇冠，谢谢小金同学送的加冕皇冠，谢谢随心就好送的加冕皇冠，谢谢 SOG 送的为你打 call， 为你打气，谢谢一只龟，谢谢随心就好，哇哦！谢谢小老板，哎呀，我输了，妮妮。啊哦，完了，我要带那个了。谢谢小老板送的抖音一号。啊哦，这啊。赢了！我输了。感谢我爹，妈，我爹。啊哦，我输了。哦，你这是筷子是吧？点多了没有多呀，你这刚刚好呀，你再差一点点的话我们又输了。再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白娘子弄下去了。可以弄下去了，弄下去了呀。欢迎饲养员大哥。现在归我那边人呢？掉了呀。嗯，掉了吗？我在弄东西，我在弄这个。你看看，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别喝那么多酒，酒喝太多，容易控制不好。酒喝太多，容易控制不好。哦，天哪，今天好快。嗯啊，拜拜。能听到我说话啊？可以。哦，抱歉，等一下，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可以。抱歉，我刚才是点开麦又关上了，就失误。嗯，小哥哥，你都是晚上直播吗？嗯。好的，我关注你了。嗯，谢谢。好的，有条件的话我们一起玩吧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。我输了，捏捏，我变成大长今了，我输了。给你输了，我最后的小星星。我输了。给你送了最后的小星星。唉。我是大长一，
这个怎么玩呢？谢谢小老板送的，耶！不回来，不回来！我操，你后面有人，快走！快快快！后面有人，快快快！不回来。我也要这个，你也要给。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玩什么？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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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。哎呀，掉了！惩罚结束了。谢谢小老板送的抖音。走了，走了。去帮我接个充电宝，好吧？哦，等，等。唐凯要泡澡。唐凯，记得帮我们开门。这叫房卡。那你们说没？那你们没电的？没有，有两个。你也帮我先拿一会儿，我系一下裤腰带。那我帮你系裤腰带，不帮你呢。好。哎呦，你差点把我大肥肚子给弄出来。这一天温柔，请给我再多一点点时间。我们去顶楼看看吧。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想拉粑粑的，我也有点想，我真的有点想。我们来比谁最后拉。好，来，我来背你试试，来，也开。哎呀，哎。我们还有室内游泳池，我们明天来这游泳吧。哦，对哦，他说可以啊。那个吓人，快走吧。快吧。快跑！现在去海边不冷吗？对，我们都穿衣服出来的。啊喽。海边不冷吗？对，我们都穿衣服出来的。啊喽。啊喽。海边不冷吗？对，我们都穿衣服出来的。哈喽哈喽，谢谢歪草送的丘比特之箭。哇，前面金币辉煌。
这个汤要70块，这么贵。这个一个虾全是蔬菜要88，这么贵。这个披萨108还好。这个牛排300。这个七吧，滚开，我吓人了。我看看啊，是儿童乐园。这哪是儿童乐园？儿童乐园。你看我的直播效果更明显。天哪！快走！真假惺惺。谢谢捏捏送的小星星。哇，海龙厅，龙厅，预备厅，走累了，捏捏想回去了。海口厅，我来拍你，你走。妮妮假装摔倒了。没有，我绊到大拇指了。有活人吗？小鹿，小鹿。哎，你看，你看我们在镜子里面长什么样子？没有人，他说是妈妈背带裤显得妮妮好好短，好小一只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在叫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还这个长颈鹿，这是梅花鹿，长颈鹿他说。快跑！怎么不牵着我呀？吓人了，我要是以后我绝不出声。你看这个更吓人，这个播什么呀？我操！我操！调皮灵。是捏捏吓的，捏捏是调皮灵。呀，这好吓人，这建筑物好奇怪呀。来学一下他。你学一下他。我操，他动了。那我们走上去吧。看看看看。这怎么这么吓人？还有五个小黄人。好吓人啊，这个酒店好吓人啊。就只有大厅有人。为什么有音乐？因为捏捏在唱歌。捏捏偷了一个。偷了一个炸，哎呦，炸弹！哎呦，好吓人！这怎么开了？给大家看看风景吧。
风景。累了，坐一会儿。今天跳舞，跳你最拿手的舞。这是酒店门口，大门口。你也去玩那个水了。唐凯在楼上泡澡。你小心点啊，你手机有可能会摔出来，你放在地上。我醉了，我是醉了，我们好黑呀、啊。神秘客晚上像巧克力酱。早去哪儿？啊！好吧，那个保安看着我。爬山去吧。爬山去，爬那个山。你不爬你是猪。你不爬你也是猪。这里好多鲤鱼。放屁。你看哦，雷雨，这是水还是玻璃啊？你试试，你踩下去就知道了。你踩，太逗。这秋儿升到八级。怎么没有那种老年人坐姿？那这个也吓人，这怎么这么的吓人呢？快跨过去！哎呀，你还是别跨了，直接从那走吧。算了，对，不够长。你跨，我跨，我跨这怎么办？你跨过去，你是猪。我们去爬这个梯子。我们的酒店可豪华了，矮死了。你要住高的，住高的。啊。但这个酒店好牛的样子哦。嗯。它都长得一模一样的。像那种低调奢华的地宫。走，去哪儿？那边你知道我家乡话说石头怎么说吗？石头。求我不求你。哇，恭喜奶黄包子升到十级。我家乡话说，石头瞎了骨。你学一下。小老板在为自己的酒店证明，半夜一点多，哪个酒店到处服务员？很好的这个酒店，它的那个地理位置是那个海边。对，白天看还很好看。
哎，笑死了！我们看，我们绕出去看看吧，看一下门口有什么。你就是不想去？没有啊，是小老板，我们托小老板帮我们订的，因为小老板他有一点点、一点点小小的关系，他可以帮我们捡一点点的钱。对，然后他没有早餐吃。啊，我今天好饿，然后我问这个人餐厅，我说我想吃早餐，多少钱啊？他说你就报上的酒店号吧。我说我今天才住的酒店号。然后我就，然后他说，哦，我说可以直接买吗？他说160块钱一位。然后我说我能进去看看吃些啥吗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说怪说号。然后他就让我进去看，我溜了一圈，然后我就更饿了。我本来想偷个凤梨吃，结果那个人看着我，盯着我出来，无语。小老板说早一点就可以订了，就早餐的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反正可以偷偷溜进去吃吗？我说我是小孩儿，我妈妈在里面，我妈妈在里面。没事，我们明天花钱进去好不好？好贵呀，160一个人呢，吃早餐，还不如点外卖了。我们明天住双子塔吧。好，那明天早上起来我要拍广告，好烦啊。好诡异啊，双子塔又是。那我们等一下回去就直接睡觉，然后早上醒来，然后收拾化个妆。你觉得可能直接睡觉吗？我可以啊，我现在就很困。那我们回去吧。不行，我们要绕出去看一看。啊，买吃的。买吃的叫外卖不就好了？不要，我要自己去买吃的。这方圆十里全是马路。迷路。迷路，好远呀，走出去。哎呀，为了念念人身安全，就是懒，不是懒，就是懒，不是你懒逼。累了，真累了，这样我就睡觉了。对，我们明天还要订鼓浪屿的票，真累了。厦门不好玩，我们去偷他们的外卖吃。我要跟大家说吧，厦门不好玩，大家别来。大家别来，大家千万别来，帮大家踩雷了。好吓人啊，这个玻璃门。大家别来，大家别来，大家来了必后悔。厦门一点都不热，冷死我。那我们到家了，我们就要下播了。酒店泡澡呢，三凯在泡，这有吃的，他不是吃的。你看我人民币980，我们就下播啦。翻充电宝啊，下面还吧。晚安晚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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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微博叫做浩浩，你的微博叫做念湖流程。我的微博叫念念。谢谢喜油老板送的晚安。晚安。大家有什么剩余的票啊，没有发出去的啊，可以。晚安。那有囊中羞涩的啊，可以趁现在送给我呀，也是可以的，我也会谢谢你的。谢谢你看，哇，给大家看这里深渊走廊。这个地毯不是地毯，这不是关晓彤穿的礼服吗？谢谢大家送的人气票，谢谢大家。关晓彤穿的礼服怎么在这儿？谢谢艾斯送的嗯。嘣嘣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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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嘣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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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I got you again, you na ne mo na。这小叔送完，十，晚安，十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。
四三二一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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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